哦，结婚了，那她老公要叫你什么？一那一样样吧，吧，跟他叫一也样叫的。舅舅吗？哦，也是对叫啊，同辈的。哦，舅舅嗯，好。8点了，8点了，开啊，八点始。了啊，该开台了，不能讲干话。哎呀妈呀！我先去开你应该是现在是排第一个的啦。哇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我可以帮你跟我姐讲了，来，这个完了，是。我要被那个，我被害怕害怕，要被毛毛抓，被抓，不是被毛毛，三年妈妈，我觉得我先被警察抓走。八点爸爸，了，好，我去开台了。8点啦，爸爸一直在看，都不讲话哈，爸爸。我有啊，我刚刚有说大直，大大直，什么鬼的？他什么？说要你叫看着大直，你你看能着不小能雨说大直，这样不太对哦。哦，哪有？心结了，心结先走了，对，了，我要心结了。抓住小雨，你要抓他干嘛？谁还没到？哦，你又迟我到了。我你来了，在你在在干偷嘛？你偷。又在打什么？BO tonight，BO 我在吐奶。BO tonight，偷偷的开台了，尽管开了，大开，家都开悄悄正大光明的开，麦正大光明的开，正大光明的开。进得来吗？怎么啦？进得来吗？怎么啦？啊、怎么啦？你来呀、啊！你来怎么了？我就是不来啊！怎么了？我来，英雄才是最后登场的啊！好，我坐下，我坐下，这个椅子我可以坐吗？那我要最后来。哦，好好。哟，哇，你变成英雄了，呕吐英雄。这是你的个性吗？梦哦，太强啦！我要是用呕吐的歌声开始现场演唱。七彩的微风，哦哦哦哦哦哦！天哪，好累！所以是波波公主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喝喝药水，好喂，好喂。因为每次大家金头颅、金苹果都不好好吃，今天要跟大家讲，好不好？有得喝，尽量喝，好好回复健康。这是一阶的回复哦。然后，所以就代表他回血其实很慢啦。嗯，对，所以你可以就是打带跑啊，你有弱势就可以打带跑，就让血慢慢的回回来，90秒的时间可以回。哦，好的。那也是一样，一开始缩圈有金头颅，然后有物品免烧，所以你要直接大挖特挖都没关系。耶，物品免烧。好的，好耶。诺英有什么问题？你要尿尿？对啊。在前面蹲蹲，老师我要尿尿。老师我要上厕所，老师，你没有吐完就来了。记得要嘴角要擦干哦。然后还有随机物资箱哦。好啊，物资箱好香。就来随机婚对。好哦耶。哦耶。怎样？有人状况吗？没有。小光都没有状况，是不是都不太熟？啊！你需要重新分队吗？是没关系啦，看你。没事，我超级新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吗？我怕你那边太新了，你需要重新分队吗？我也很新，我也很新。你躺着干嘛呢？我可以当第二名啊！我可以当第二名。我觉得怪怪的，好吧？我觉得怪怪的，我觉得有人怪怪的。我喜欢跟妹子一起玩，所以这不要分了。一二三，分开。OK， 我觉得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我要去哪一队啊？你不用动，你不用动，你不用动，你不用动。哦，不用动啊！耶，我不用动。一二三，对，太好了。快下去，等我一下啦，很难点哎。啊，是抹茶海盐巧克力。抹茶海盐巧克力。在聊什么？黑色啊，第三队对啊，抹茶嘛，波波啊，啊，然后海盐、小雨、蓝色嘛，巧克力。哇，咸的跟甜的哎，对啊，对啊，苦的、咸的、甜的。我觉得很赞。除了辣的，薄荷，我是薄荷，我是哦对，柑橘。哎，那我是什么芝麻？要先喝水吗？要啦，先喝啦，先喝水。哎，箱子哦，箱子哦，箱子哦。你是那个？你是竹炭。哈，
有多个稿子来团，竹炭，竹炭，竹炭给你，竹炭来了，竹炭来了啊、哦！谢谢谢谢，你是竹炭、yeah. 竹炭色音调，你是柑橘色音调，我是薄荷色音调，为什么恰恰很奇怪？怪哎、欸！等一下啦，我要变食物了。对啊，柑橘哥哥，柑橘哥哥，听起来好奇怪。薄荷姐姐来喽！那所以你的攻击是什么吗？那个啊，小孩不哭不哭，然后手摸他的眼睛啊！辣椒吗？对啊，不能切辣椒的时候。对啊。哦，你怎么了，小宝贝啊？哇，突然梗图出现了。不行，我那个每次看到都还是觉得很好笑。哦，所以他们隔壁间是打僵尸哦。嗯，哦，那个我没办法玩的游戏。为什么？我一开就会直接闪退、欸。哦，原来是游戏电脑不让你玩，而不是你没办法玩。对啊，是电脑啊。嗯，可是那个啦 ，Black 什么的我没试过，应该没事吧 ？Black 就是那个啊，对啊，那个就是、哦、就那个啊，喋血仇杀，对啊对啊，那个应该就可以啦、哦、吗？对啊，的进化版，小光也玩得很疯啊，对啊，我有看到，没有，因为小光就很喜欢玩 L4D2 的类型，他一定会很喜欢的，嗯，哎，有啊，对耶，有免烧哎，对啊，然后还没挖到铁。嗯对呀、啊，我都有铁镐了。啊，你为什么？我给他的。你大爷爷，他们在后面，姐妹们。哪里？谁？哪里？他在后面那边呢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左边。打架。左边在哪？这边。诺伊他去找你嘞，繁星。后面。我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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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卡了。我刚才也卡了一下。我卡了一下。啊，死了。哦哦啊、他们怎么那么火爆？对啊，那么火爆！刚刚不要这么火爆！會卡啊，那个小繁星，这给你啦。我刚刚捡到他们的。对啦，嘿，是啦，啊，我好啦，扣半滴。你还有喝吗？半滴你也喝？啊、哦，我还有一瓶啊。你不用，还是你要？还是你要金苹果、欸？嗯，不用啊，我也 有金苹果，我也有、哦，你也有啊。对，猪猪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样子，小光说他很享受跟女生一起玩的时光，就现在就哇，哎、欸，对，哇。那你很享受跟我们两个男生一起玩的时光啊？对啊。哇。哎、欸，你说我吗？你呀、啊？还是哦，我以为你是问那个团长说你享受吗？什么？两个男生呢、欸、？Excuse me 。对，发发说他是男的，他、啊、是啊。哎、欸，我帮你们做盾牌，帮、哦、你们做盾牌。好哎、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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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村庄哎。不要那么火爆。好哎、欸，不要这么火爆。哦，对耶，两个洞粉呢？哇。对啊，没有啦，我不是啦。哦，你不是哦。发发是啊，我没有木头，我没有木头。骗了，你明明也是。你上次明明就那个用的很开心。没有，那是因为别人送我贴图，我不得不用。你懂那个感觉吗？哦，你懂吗？我相信你不懂。不懂、哦啊、原来发发是男的惊叹号。发发的真实性别居然是。哇，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影片标题就是这个了，好不好？我看到小飞在村庄了，他们在村庄耶、欸啊。村庄。你要过去吗？可是村庄是好像界外吗？还是我们在界外？我们现在在界外啊。完了，我迷失的方向。那边啊，那边啊，那边啊，他们在那边。村庄在那一头。对啊，看到巧克力在很开心的奔跑。对啊。那我们要过去吗？还是要不火爆？火爆啊，快速场耶。好啊，那火爆啊。那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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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吼！阿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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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辉。啊、好姨、欸，这里有那个香香啊，你不知道？远一点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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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团演团演，我们很聪明的。啊，小乔乔乔乔乔乔乔，流水人家不要那个抹茶海盐巧克力嘞，对啊，抹茶海盐巧克力，抹茶海盐巧克力。你们在那里来硬的？哎、欸，完了，他们有盾牌了。
他们也有好玩的，我有斧头，我也有我可爱的斧头。我刚刚看到我往那个啦蘑菇那边走哦，所以他们离开村庄、欸、没有，那个是村民官的。哎、欸，我有铁铲、欸，没用的东西，居然打不痛吗？没用，没用的东西，没用。我、哦、可以做面包哎，哦，来生个鸡蛋。不要，是做什么面包？有免烧砍猪肉啦。哦，砍猪肉，哎、欸，有小鸡耶、啊，我很幸运。吃猪啦，我有猪，我有猪。好，我也有，我很多。哎、欸，你们没有头盔，要不要戴他们的头啊？有，他们有头哦。有啊，我刚好打到。你总是给我他的。阿后裔，阿后裔。没有，我两个人都有啦，我随便丢给你。我是麻衣德斯。你是麻发麻。我是发头皮发麻。头皮发麻，我真的。然后你是诺星，诺星听起来像什么一样？听起来很像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前面好像有动静。你的前面？哦、前面有人在跳。走。走啊。是吗？还是那个是羊羊？没关系啊，养羊就把它杀了，走吧。啊，那是小猫猫哎，怎么办？我猫咪不能杀，猫咪不能杀啊！哈，你要杀猫猫、啊？可以做弓箭。猫、啊、咪可以吗？做弓箭。它的胡须可以拿来做，可以会掉线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那我不能拿剪刀剪它胡须吗？啊、哦，嗯，是啦，应该是要可以的啊。啊，那我们可以捡 Tommy 的吧？哎，这样说不定他就不会把食物翻在地上吃了。啊 ，Tommy 坏坏。对啊，他现在都会做这种事情。啊，怎么的？少女那个什么叫什么？青春期少女？哎，他们在这个洞穴吗？没有。哎，有僵尸！哎，有僵尸！我发现他怎么，他怎么走那么快、欸？他走好快哦、喔！他刚刚，哎呀，哎、欸，好多好多，好说算了，出来好，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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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撤了，撤了，撤了，不要那么火爆。人嘞，没有看到人呢、啊。嗯，集合喽！哎，小光自己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在我们旁边死掉、欸？哎。啊，真的吗？你没有啊？刚刚有个爆炸声、哦，那爆炸声都是在耳边，没错啦。全屏广播，全屏广播啊。嗯，哎、欸，他们有挖到铁钉，他们有装备啊。啊，我们都没有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还是我可以去这个洞穴？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你有看到我吗？哎、欸，这里有亮亮火把吗？有火把哎、欸，好、哦，那是他们吗？好，可是我找不到你们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里耶、欸！你们在哪里啊？走！哦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我们了吗？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下去下面的，跟着火把走。旁边。我需要再做一个木斧。我看到附近是有个洞啦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走那边下去的。应该是，我带你走。这里没有。哦，这里很黑耶、欸！哦，有了，看到了。这里是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这边都是火把哎、欸。发麻要不要那个啊？回个血吗？我已经喝完了。你后面有枯工啊？哎呦喂呀、啊！你喝完了，那我的那个给你，等一下。可是你留着啦。没有，我还有金苹果。哦，你好爽。对，给你。那我要狂喝。小雨也喝了。你在后面的吗？我在啊。啊，不可以剪毛毛胡须哦，现实中应该不行，因为他们会有平衡感的问题，不是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我真的不知道。对啊。走。然后他们在这边。哦。现在应该不会显示 ID 吧？还没，还是还会，还没有。洞窟探险队出发！没有，我们是要来打人。来了来了，全身铁装的。会，会哦，他们很痛。我爆了。啊，没了。啊，没了。好可惜呀。氪金玩家。哎呀
你们是氪金玩家哎、欸啊。有啊，因为我们刚吃很多，吃一个。我也是吃一个，然后加喝药水，斩去吧。好耶。嗨，你们好。差点就可以带着我的头一起迎向胜利了。你们怎么找到我们了？啊，你们洞口就亮亮的啊。我们的发麻他找到的。救你不关门。我跟小雨先下来的，就比悠你最后来。找那火把光源啦。隔壁有三块砖。难怪一个人死了。那你们直接先打起来哦！对啊，你们那么早就打起来。小光是逃边界逃失败吗？哎，我在挖下面，然后再找那个找铁，然后就哎，怎么有个红红的飘过来？上去！哎，直接死！边界很快是挖不赢的哦，我们这边界很快的，那边界很快的，要注意啊！好恐怖，太危险了！哇塞，我刚刚看到下面在怪物开趴，全部都是僵尸跟古力巴巴，那个动作都怪的，全部都怪，群魔乱，现在缩拳怪物会集中。刚刚我们打起来的地方，每个人走到一个点都会卡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对啊，我跟他们诺伊他们遇到的时候，那边都会卡一下卡。我要打蚂蚁的时候卡住。我也是卡了，然后就被诺伊打一下。最后跟你们打也有卡一小下。就很奇怪，我会补挡哦，还一点，我真的卡，1.1的怪怪，我知道你会卡，因为你原地不动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就全部站住啊，对，全部站住，哎，那也很奇特哎，站住不行。你们那时候卡的时候，我们没卡，哦，所以就只有你们的区域卡，打起来的时候，对啊，很奇怪。就那个树很危险，打架还要用 B 那 D D O S 哦 ，B D O S， 已经准备好了，有没有？真的打的时候就叫我们灌起来，我们真的是没有网军的，好不好？婉君，我们没有网军的，婉君，褒贬不一，婉君，婉君，褒贬不一，表妹吗？婉君又是谁啦？我们不能讲那么直接哈，所以是婉君们是不是？哎，婉君们 S 更好喝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回复药水二，好哎，这就回血回很快，可是它就只有22秒，对吧？22的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刚刚那个就是回的很慢的，但其实还应该还是可以回的一两个，还行。那可以我99罐他们一罐吗？我99罐太好了，我在等你的那个彩虹啊。我收到彩虹就没问题了，小光。哦，是这样子啊，哇！你躲个彩虹，给三个人彩虹哦。哇，你要那个代价嘛？你要看得到彩虹才看。你给八个人彩虹，基本上你想怎样就怎样啦。八个彩虹，哇！我开这台至少要花掉10万台币，有没有？觉得好赞。那有什么问题？那什么问题？你99罐，我们一罐没问题。来了，再来喽！随机混沌，混哪？耶！我大神召我。哦，我们刚刚在分那个，我们刚刚什么巧克力？你们是哪一队？那什么？他们是抹茶海盐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抹茶海盐巧克力。对，好，我要下去。薄荷，我是柑橘。那个抹茶有点臭臭的。好好说话哦，你真是不尊重抹茶哦。不尊重你的抹茶。抹茶可能偏苦啦。他乳波。然后乳波。乳波。又乳波了。哦哦。好啦，一二三，各分东西。下去。我要不要动了。我要不要动了。他不要贴起了。等一下啦，好难点。嗨嗨，靠你哦！最近叠血玩的如何？哦、看你在玩，叠血玩好哎、欸！我也是在等啊。好业务哎，还不错玩啦，不错玩。可是他这试玩就只有第一张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可是如果你去玩他老兵跟噩梦，跟有得玩啊！我有啊，我昨天跟哈基他们去玩那个老兵，哎，有过吗？有过吗？就前面过得蛮顺的啊！哎呦，兔子小心一点！哎、欸，怎么有箱子？有箱子，有箱子！哎、欸，小光推一点。好，我后退，我后退。我来看这个村庄 是哦，三个铁镐碎啦！好猛啊！来，小光，来，谢谢，来，耶！
好多猫猫。啊，有见识。我妈，我妈，哦哦哦，我没有啦，哦，没有啦，怎么就直接打架？欸、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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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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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挖了，我这边挖到铁了，一下来就挖到六个铁，真爽。那是那是八个铁，没事没事。那我有三个铁，打铁巨人。可以。还有那个村庄雪屋。要打吗？我好怕、哦，算了，不要好了。什么什么？打铁巨人啊！哦，你可以叠，叠三格高、啊，叠三格吗？对，对啊、你可以叠四格高，也可以打得到。四格高他就一定打不到。哦，四格、哦、好。突然碰了一下，你们要乖帮我捡拾哦。啊！好好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哎呦，村民卖刀了。村民。米龙伯那一家。哦、你小心的、哦，这个是一个峡谷哦。有，我看到很高很高的峡谷，很高下去就是死定了。就是对，就是死啊，直接没救了。你跟你讲，你死，我跟小舅下去陪你。啊，不会吧？没事了。我就下关，下关，我就跳下去。我不要，我相信他还活着。请你们好好珍惜你们自己的生命，他一定还活着。我们去看看他，那我们就跳下去。他带着很多铁，不能就这样死了。可以带梯子下来，不要这样直接下去，太恐怖了。恐怖。好了，我要把他们家木屋给挖掉，变成我的木。Yeah、好诶、欸。你的木就是我的木，我的木还是我的木。哎，老木。嗯嗯嗯哦，所以那个繁星也是买豪华版啊。哦，什么豪华版？2400的。对啊，就2400豪华版。它不是豪华版，是第二个啊，终极豪华版。我们是终极豪华版。对。对，我们第一天太近了。我们是不是该走？好好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我们先走。我们掠夺完了，往哪边？走，这边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小雨的方向永远都是对的，我跟着他走就对了。嗯。哎，可是麦块的蜜蜂是会迷路的哦。没有错哦。对，那我要考虑一下。这边就是，哦哦，这里是哦哦，哇，好高哦！再往下挖，看看，至少挖个，不会说到我们这边吧？石头制品，不会不会，你看最上面那边两个绿色就是代表，对对对，哦、就在中间。我刚刚就没看这个，难怪我死掉了。没事，你现在知道了。那个啊，反正那个红色绿色应该是在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反正就红灯行绿灯，你看到绿灯就，你看到红灯就不能动了。对，难怪我数翘翘。你数翘翘。有铁吗？给你盾牌。我有八股。我可以自己做盾牌。好啊，来。我们也找铁找很久。刚刚我发现他们找超快的、欸。巧克力他们找超快，对呀、啊，想说欢乐赛什么全身都铁装啊，算了，带走包包好了。没错，带包包走。带包包。啊不不不不不、啊，没事他没事。我怎么觉得有肚子的不对？对我刚看到他也是吓到，马上转头就跑。没事没事，他稍微跌倒了一下了。他比苦力怕还可怕。真的，看到他要赶快逃走。对，为什么？嗯，为了保护他的生命安全。对啊，怎么又红色了？又红，我是不是该走了？看一下，我先帮你把工作。前面有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要打吗？看一下、哦，这个、是谁啊？看一下，哦，波波他们那一组。蚂蚁，他们，哎、欸，他们追起来，他们追起来了。他们自己追起来了吗？对，他们追起来，他们追起来了。他们在打架、啊，他们是在追、啊、他们。哦，有呢有呢，那我可以去开。有料呢有料呢，我看有没有要开一个箱子，看到他们在追。可是我没有带箱子，带什么？带剑，我没事没事，有虎头就好。有虎头就可以打架。啊，你有几个铁？啊，你总是先做衣服，啊，你怎么没做武器？我想说，防御先点满再说。啊，没事，我用石头就。你用熟头啊，你用熟头。哦呦，巧克力，巧克力要熟了，拜托让巧克力熟。让他熟。啊，他没熟。这里还有铁。他没熟。这里还有四个铁，四个铁。OK。完了。他们壮大。他们有没有自己出？我没有合成台。我这边有合成台，我来给你。那、啊、你是合裤子不是衣服哦、喔？
我有虎头，我用石斧就够了。石斧跟铁斧差在哪里啊？攻击速度一样吧？我记得。九伤害攻击。对啊，都是九伤害攻击。对啊，哦，差不多七吧。就是那个什么速度那个而已。速度嘛，速度变比较慢一点。对，比较慢一点。他们会蛮斜的哦。对呀、啊。他们吃头吃饱饱。是不是蓝色都比较衰啊？蓝色都是第一个被灭掉。蓝色都比较衰。蓝色都第一个死。是没有这种玄学啦。哦，不是，今天蓝色比较倒霉这样子。蓝色水逆。蓝色水逆。泥泥。泥泥。滑滑的。又不是圈了，又在哪里？科室。中心哦，有了，有这边有。绿绿，这边很空旷哦，小心、哦。他说告。看到了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前面。我先挖一下，看看有没有。弟弟对。你我们在。弟弟的。哦，我在刚刚。哎、欸。我刚只挖个球啊，我看到了。他们在那边来了来了，在那个山上。好，你要不要铁剑多做一把？Nice。阿光嘞？没事，你们先。啊、我怎么我们先？我们两个如果死掉的话，你会被？我们不行先，我们不行。不能下水饺，要就一起。对，我们要好好好好要一起好好好一起修。好，那边哦。我以为是说你要给我铁剑，我说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准备。他是不是全装啊？太扯了吧！先打谁？好，看到了。药水先刻下去，药水先刻下去。哇，怎么是钻斧？哇，死了！哇，怎么是钻斧？哇，太凶了！怎么是钻斧？他怎么还全身附魔？怎么全身都是？什么鬼啊？为什么是全身的铁装？我点不喜欢。我点不喜欢。为什么那么快？我才做一件裤子、欸。我猜这还是钻斧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钻斧啊？太扯了，太扯了，上去。力。波波，你怎么好多东西哦？我没东西啊，我。没有，你头颅那边好多东西哦。对啊。超级多。而且你知道波波超好笑的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他们铁装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”我说：“你全身赤裸呢。”自以为一个钻斧太得意，追你们很久哎、欸，没你不是追我们，你只追团团你是追我而已、啊我前面开第一个箱子就三个钻石、欸，我们要去那个附魔是波波他们带的啊，你们哪来沉船吗？吓死！没有那个废弃巨门哦，好强哎，那个也还好啦，好恐怖啊！那是什么附魔啊？啊，一个是保护而已。有保护够了吧？有保护，还有保护啊！有一个是修补。小雨基本上我很有穿装，你们没穿装就穿。对呀、啊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他们在那边，然后你看走过来，怎么都是装备？因为走过来怎么看起来好像怪怪的，穿怪怪的衣服。”你不觉得刚刚一开始小光摔死比较好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觉得摔死好了，我觉得还是摔死那个，我刚刚应该是就跳下去就比较好了。对啊。超神的那个峡谷，原来那么近。啊、真的、啊，那峡谷很棒啊！我们那时候也是在峡谷那里。所以就直接就一堆装了，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们那边都没有，我们在上面村庄，村庄超废的哎、欸。哦，村庄我先稍微略略过一过。我们在这个峡谷。哦。我们是在不同的村庄。我在这个峡谷而已。阿方法在别的奇怪的洞。为什么？我在干嘛？阿方法在其他的洞啊。他乱，他不要来这里啊。他不想到峡谷里。然后团团一个人在上面那个吸引 BOBO 注意力。你过来，你过来一下，你来一来。过来一下，你真的过来一下，让我尝尝这个老衲的钻斧。好、oh, ，OK。原来钻斧是你给他的，跟果一样。他走过来，想说金色应该还有点胜算吧？不对，那个什么没有没有，蓝的劈下去剩一半血，嗯，钻斧啊，哇，太夸张了，主场。主场什么东西？主场哦，风暴啊，说的风暴，牛逼吗？哦，你好，难怪刚刚跑速跑那么快，原来是这样。打不赢，打不赢，雷迪哥，雷迪哥，好快啊！那你好讲话，彪彪，
那明明就不是我讲的。完了，大家乱听到了，喵喵，这样不行啊。好了，Let it go，Let it go，Let it go。哎呦，他雷就够了。他雷就够。我是你的 big fan 哎、欸。Big fan，那我们越补越厉害啊！好，补什么？还有什么了？还有比什么比那个还饿？补的更厉害！哦，金苹果，感觉打很强耶！哇，这就真的厉害了！开场直接先吃了，开场直接吃，对啊，而且吃下去就有四颗的那个黄色的喜哦，所以就真的很强。哎呦，绝对要记得吃啊，不要不吃啊！有吃啊，摔倒的时候会吃。那我可以存起来，下一场拿一颗嘛，就存到下一场这样。哦、那我刚刚存了两罐药水。对啊，我都没喝，有没有？是我们要看一下旁边有没有彩虹啊。这是彩虹的部分吗？召唤仪式，召唤仪式。你想怎样就怎样。那就再来哦，随机婚对，婚彩，跟蚂蚁的第三场，哈哈，是不是太多场了？要换一下，我觉得，对啊，连续三场同样的人可以换啦，好吧，让你们换，是让他们换吗？对，让你们换啊，不要拆散我们，不要拆散我们。不要猜测吗？你不要猜，真的可以换啊，是没关系啦。我要听他们打情骂俏，我要在旁边偷听。那就来一二三喽。难闻啊！我怎么觉得有人是难过的？有人好恐怖哦。我们还是朋友吧？是我们不是朋友。我们不是哦。不是啊。他们还走不下哦，还。我们是专业的播报员，有跟我跟马一在，我们就是专业播报。没事啊。啊，真烦心哦啊！啊，干嘛这样？我刚才跑过去看，就马上看到彩虹，你知道啊的感觉吗？啊，你说我的台吗？你的当然你的台啊，难道我的啊？啊，怎样啦？白板少女，闭嘴！怎么闭嘴？闭嘴！我是以为他们欢乐赛是不挖矿还是什么，没想到还挖得这么勤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们挖超深的啊。对啊，他们第一场跟第二场都挖很深。因为我们都在旁边看，想要吗？没有要。跟我想。有人说要给我彩虹，我说没有。真的吗？但是如果真的给的话，我还是会要啦。口是心非。不是啊，钱谁不爱啊？对不对？今天小妞你也知道吧？干嘛？你要不要超级留言哦？感谢超级留言。不是不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干嘛？哦，没有啊，突然问我。跑哪了？我在挖矿啊。哦。那个我有贴到了。挖到了、哦？不，达到的、哦。对啊，我有石，我可以做石头的东西。看你们要不要？我在挖。在挖，可是我跟你们的位置不一样。我刚在你旁边、欸，可是我去了后面。我去啊！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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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巧克力，我这要巧克力，我这要巧克力。他们三个来了，他们三个来了。他们在什么位置啊？我不太清楚。你要记得吃哦。等下有那个要吃哦。真的啊！等一下。没事，我没事，先跑，各位拜。还追我？你走跑。买跑，我要走。跑。屁啦，他在改追我了，不用跑了啦。是吗？你们好好安息啊。好的。
蚂蚁不用跑了，你们快跑！蚂蚁回头，蚂蚁回头，看我，快，快快快！你有看到我吗？啊，有有有，我看到你。娘娘这里有矿，这里有矿矿洞，我可以下去挖挖。哎呦！哎，等等一下哦。哎，还在追吗？哎呦，脚步声还在追，还在追。他们也是追很勤的。哎呀，他们跑进来了。跑去矿坑了，啊！怎么一个追到你那边去了？哎呀，怎么剩你了？巧克力，哦，快跑啊！还在追，等一下嘛，巧克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。哎呦！我可以打开日麻的那个，来个三人洞吧。三人洞。那个房号是哇，我就只是想要当一个边缘人，只是想要当一个边缘人，然后玩那个游戏啊，然后现在啥子都没了。你们是不是这是第一主播队啊？对啊，对对对，谁跟我们谁就是导播啊。嗯，没事啊，至少他们苹果都吃掉了。好了，他们效果没了。看一下隔壁的。啊，他们在矿坑里面啊。非常的啊，努力的啊，挖矿啊哎呦，谁看到谁了？巴巴黎那个小雨很近啊。巴巴跟小雨不同一队吗？对啊。那、啊、你说巴巴黎什么？巴巴黎那个真怪砖哦，紫金矿越来越近。哦。两个生怪砖欸，他们下面是那个北矿，对对对，北矿没有错的啦，没有，嘴巴刚很痛，我不知道我嘴巴要破皮，不破皮啊，火气大，嘴巴破。那仙草啥？仙草青草嘛。对啊，不然就是喝个那个汽水。有啊，要不要听？好，谢谢、哦。我在喝诺英最爱喝的。我爱喝啥？可乐啊。可乐好喝。Coca-Cola。哇，小雨这样子，要准备挖到废矿了吗？还是岩浆呢？啊，离岩浆有点近哦。没事啦，哎、不用怕啦。有点近哦。他是小雨，不用怕啦。他挖到铁，他现在很开心。是铁。是铁。好，看到岩浆了，没事没事。耶，岩浆。然后他在挖两格，应该看到木材。我看木材，小雨隔壁木材。小雨，你后面木他有看到。好了，啊，他们到了废弃的啊那个啥？哦，这废矿我喜欢，有铁链呢。哎，有绿宝石哎。对呀、啊。是诺英姐姐，对呀、啊。怎样啊？我有时候讲话就会讲，对啊，都在学他。然后叫你姐姐不行啊，叫你什么？诺英最爱喝樱花榨汁，懂啥？啊，或者就是什么冬瓜珍珠？哎呦，绿宝石呀，舒服。这边绿宝石超多哎、欸，但是没屁用啊，说实在的。你知道以前收集九个绿宝石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？例如。
以前那时候在乐器系的时候，正式赛，有人收集了九个还是七个，然后就被那个好像雷劈吧，然后毒蜘蛛咬到。我的天哪、啊，真的假的？刚好巧合啊，只是刚好身上有六那个有绿宝石，很好笑、啊。喝冬瓜茶，我昨天才喝冬瓜茶。阿蚂蚁刚什么意思？我打情骂俏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应该是我听你们两个打情骂俏吧。我是说弱音呐、啊。对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跟你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怎么了吗？对啊。对啊。还说没有没有。真的吗？等一下哦。我们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一起了。啊？怎么又全身铁装了？为什么他们都找得到？放坑，对啊，放坑都没开到。游戏怎么那么难玩啊？哇，小光一个人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小光一个人呢、欸？所以他们在哪？等一下，我附身在巧克力身上。哦，他。开箱子了吗？他的队友呢？嗯，巧克力跟小光很近哦。好了，有点距离，就这样爽。优、哦、美已进入钻石。羊驼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凡。嘿、hey。羊驼哎、欸。在哪？你现在看谁的视角？优美吗？长得有点逼近，长得好像繁星啊，什么繁星？我附身在羊驼身上，我杀了你了！哦，等下我附身在羊驼身上耶！どこに行くのか？当然麻雀打ちに行くのよ。你要附身，附身在蜘蛛或苦力趴身上啊！哎、欸，好了，那个我房间创好了，来。等一下哦，82310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关了，我关了，我关了，这样太不尊重了，关了，我关了。不是不是，我附身在羊驼身上。你的二皮耶、欸？你会喷口水吗，诺英？把我把繁星崩掉。嗯。我扳手，扳手，帮我把繁星崩掉。崩什么啦？我没有打字。哦，他们拿哎、欸，他们骑马了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要离开了。等一下，拿着骑马打仗了，太凶了。哎、欸，遇到了，快了，遇到了，快看到了。哎呦，没看到哦，没看到哦。没有看到哦，两队没有看到哦，没有互看哦。嗯，他们不是还弟弟吗？没有，在这边。哦，看到了，欸、我看到了。Q 妹去哪 ？Q 妹掉！哎、欸，他卡了吗 ？Q 妹掉 ！Q 妹，你有吃的 ？Q 妹吃苹果，哦，吃了，他吃了。Q 妹跑！我觉得。完了！我觉得 Q 没事。完了！他们本来可以炖得好好的。没有错的啦，有僵尸哎！苦力怕！哎呀！可恶！苦力怕如果真的有蹦到的话，这个真的。加油！好完了。他们不打了，为啥？羞辱他，在玩他，哦、你看在玩，所以才会越早死越好，有没有？不，太残忍了，不，小雨不。好吧，我们他身上有绿宝石哎、欸，绿宝石的诅咒。走吧，上去吧。啊，哪里？他说啊，你们都有铁装了，这么棒，好，那我自己先做。
我就在他们面前啊，我就在他们面前放下我的工作台。小光特地走到我们旁边，然后做做工作台。他以为你们是我，以为是想说哦，那是你们。我骑着马。误会了，有一个误会。最后看小雨跟波波，想说给小雨金苹果。他不给，我没捡到哎、欸，可恶！他没捡到，没办法，波波一直穷追哦。哦，那很凶哎、欸，比如哪有？难怪头上没有名字，我就觉得奇怪了，怎么一堆白人？本来想说，哎、欸，小雨跟那个马，哎、欸。啊、不是那个发发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发发好像没有装备，不对，怎么一堆人白白，而且有三个，不对啊，我们有三个队友吗？没有三个队友啊，那怎么是一只马？奇怪啊，完了是巧克力来不及了，不了。我一开始看到那个诺因，要追啊，冲啊！哇，超快的！我们真的，我跟麻衣真的是，谁遇到我们就是专业播报员。不会的，其实那时候反正把我们都带走，已经很争取很多时间了。但是我就想说，不对，反正想牺牲自己，那两个女的不可以。我居然放生反省，我是跟他说，没有没有，他们在追我，你们去慢慢挪，慢慢挪。哦，好吧，蚂蚁过来，这边有铁哦。我是自行选择走的，但是我就是要收了他们。原来我们啊，我们是小三小四，对不起啦。小三小四，直接绕马的背后。我们本来要生两只钻戒，就要跟你们打架了。你们钻石这么多，我那样想说，然后我们已经有铁，应该差不多可以弄起来了。那哎，这打起来应该会很刺激哦。那你要先坐庄、啊。没有，我想说，我以为那是你们，因为我们挖完，我就说好，我们说圈，我先到圈内。那我就好，我找到你们了，我先放，我先放工作台，我来做我的装备了。哎，不太对，怪怪的，怪的，不太对。来的人都不对啊，来的人都不对，怪怪的人呢、啊。你那个亮紫色在晚上特别明显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改 skin 了，我改 skin 了，我的 skin 好像是天然的发光源。真的，小刚在哪里？哦，你那 skin 好亮，我看到你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的，就在那边，就在那边。亮紫色的头，打他就亮亮的那个头，就在那。好恐怖啊！那我们这个补血越来越特别喽。没有什么。这个啊，要补大家一起补，哦哟，团队的一负二，但是是自留，所以就是停在那里，哦、敌我双方可能都会补到，敌我都可以用、哦，可以一起使、哦，不就西瓜祭坛吗？想干什么？西瓜祭坛比较大块的西瓜祭坛，大家一起补起来，好不好？耶，那就再来哦，好耶，随机婚。婚起来，哎，我又是留在这里了。哇，你一直都不用动吗？没问题，舒服。哦吼，一二三，走起来。我要分别了。他们被拆散了，被拆散了，拆散结束。拆散恐怖。你们可以去玩玩事啊，你们两个顺便聊天啊。玩玩事，第四个房间。你说就算不同队，你总结出来了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拿那个的吧。没有，我以为他直接拿出来丢，我以为他比较笨嘛。对不起。哎呀！发现进去怎么身上是空的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太幸运了吧！快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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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来下来下来！你快跳啊！这里好幸运，猜猜猜。哦，这里有没有铁匠铺？怎么是一个傻子？村庄傻子蛮多的，我刚刚在上面看的时候就两个了。啊、太傻了吧？有没有别的、啊？他都只有一个铁锯了。好料啊！好烂，这个村庄好烂。拿个火把。这车上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我看一下。啊，受伤了。算了，挖木头。你的心吗？我的心做了一个洞。
无伤打铁居然是要在他脚下挖两格，没有啦，叠高三格。哦，叠高三格，我刚刚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该打他了。啊，你们要干嘛？干啊！打他！干啥？干铁巨人，把那个铁巨人肢解，没有了。干啊干啊，三颗铁，好可怕哦！铁巨人掰。哎呦，嗯，如何啊？几个铁啊？五个，五个，哎、欸，有盾牌了，送你这个盾牌，盾牌。这场应该也有那个吧？嗯，所以金头颅开箱。就是有啊，随机都有开吗？那我要去找了。金头颅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没有。哎，好难得这一次没有没有人在附近啊，没有人死了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之前都一下就死人了，怎么现在大家都那么和平？因为我跟蚂蚁分开了，原来是你们两个造成的前面几场这么混乱的概念。嗯，我们解决问题的解决掉了，似乎懂了些什么。啊，死了、哎、死了，蚂蚁、啊、真的是蚂蚁，才刚讲完就爆。啊，是他们两个互杀、啊。哇，他现在是不是很恨啊？哎。还有没有箱子啊？斗内，我怎么觉得箱子比以前难找、啊？嗯，好像很多都藏在树上。对啊，哇、哦，巧克力可以杀两个哎、欸！之前想说在大平原上一定会看到好几个。哦，是苹果。还有没有？哎、欸。这里有一个铁，这里有一个矿哦，在这边。你们还在村庄那里吗？我、哦、看到，对。好，我在旁边的平原挖箱子。好，你等一下可以进来哦，这里有矿。你等一下可以进来哦，哪里？我看到。你等一下绕一下村庄附近，你会看到一个裸露的床，我们在他的右枕头的右前方。好，枕头右前方。好像有点不明显。嗯，但是蛮多的、啊。嗯，你有没有去挖足够的木头？我有，来给你。我有。啊，你，我以为你，我以为，哦，我以为，我就想讲，你这样子会让团团误会。你闭闭。不行，我觉得好有趣啊、哦！我来了，有看到我们哦。我们在。没有，我还没看到你是我裸露枕头。那个要靠近边边一点，它在一个井水旁边。在一个、哦、可以锵锵锵这里。哦哦，锵锵锵，好，我知道锵锵锵。赶紧把巧克力吸引过来，我打你一下。我在这哦，巧克力，巧克力在这里哦。你舍得吗？你说裸露的床的右前方哦，看到了，是这里啊。我刚刚在你们隔壁的那个洞窟里啊，嘿、哦，噔噔，先弄个铁桩，铁桩很重要。没有我的，哎、欸，那个铁镐给你们啦，一人一个。哎、欸，你，我石镐，刚好开到三个哦。你说铁镐吗？没有错的。哇，那你也是幸运熊吗？幸运之人，哎、欸。做鞋子，你被诺英抛弃跑来这，嗨，冰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现在高多高？哎呦，我现在是在哪？好深哦。对啊，我们在打这个，没办法顾聊天室啊。等他死掉，他就可以顾了。这样，事实吧？是啦，死掉了确实只能播报跟做别的事情啦。哎呦喂，对呀、啊。新专业播报员三场，让我玩一个游戏呗。
哎、欸，里面好深哦。对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小心哦。水啊，没事。你就水里哦。我想说你这样跳下去哦，啊、很勇，你很勇哎、欸。不是啊，就水啊。啊，你不怕下面有一堆枯光哦？不会啦，会啦，悲剧曾经就很常这样发生过啦。哦，这个，哎、欸，有金。好，下去先。我需要，我有个苹果可以做金苹果。侬也有，大家拢有。我没有。啊，你无？啊不，水可以先堵掉吗 ？No. 玩水的游侠，不是玩水的精灵。玩水的遊俠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样子隔空挖，你踩，来踩，给你让你踩，我帮你。你凶啥？我没凶，我到底哪里凶？你还要说又凶又凶？你又凶，你又凶，你又凶！什么鬼啦？哎呦，来啦！哎、欸，有那个工作牌吗？有啊，有哦。你不是很多木头？你舍不得做，对不对？好，花我的。你耶，我木头少少，我刚刚没有去挖木头。哦，这洞窟其实蛮大的。你哎呦，贝利哟，哎呦，贝利，我被凶了，我想要去。狂闪。不要乱说话！你卖烤啦！你起来烤哦！要烦！你起来烤哦！哎呦喂啊，要死我！啊，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！梁龙威，你这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来戏啊！诺英。我们三个都被古力怕炸了。诺伊，不是啊，你的尸体在哪里啊？要捡啊！伊莫基啊，他在边界外了，完了。他是、哦、真的假的？他在边界外、啊。不知道、啊，他没讲话、啊。诺伊，没有在边外。你在哪里？你的尸体嘞？尸体在老定吗？老定九老卡，阿爸九阿妈。啊，我没看到你们欸。哇哦，哇！我在峡谷这边，你有看到吗？哦，在那个团团的正上方。哦哦，看你要老定哦。对啊。哇，哎呦呀！你要稍微挖一下。呵，那安尼挖塞啊。我来指向你。来何老师，何老师，把你的左边，右边。我先跟你讲哦，他左右不分哦，你要小心哦。挖诶、欸，右边、哦。没错，你往上挖就有了。往上是这边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是，我刚是不是说这边？你刚左边而右边。哦，来。波波死了，波波死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铁斧，哎、欸，铁斧，哎、欸，哦，师傅，我的师傅。你的师傅要好好师傅，这边还有很多田，哎、欸，有枯工，你们去挖一下田吗？我有，你可以等一下吗？最后的意志哦，好吗？我紧张嘛，我怕嘛，我怕嘛。我以为你是要说这是你最后的波纹了。哎、欸，弄影我要看多久啦？阿舅，舅，别你三只，我点三只。哎呦！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剩下巧克力跟蚂蚁。对啊，所以我本来想说我们要稳稳的拿啊，结果阿尼就这样子代替你憋死去。所以你刚刚是背后突然冒出一只死掉的。是他突，就是我在打枯工，他突然冒出来。我觉得你们不要在镜头里面很。换你打，交棒换你打。好。我好废。不要这样骂自己，你是可以的。对啊。你是可以的熊猫，我不许你这么胡说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先逃边界了？对耶，往那边 ，X 哪里？360，哎，往啊，就是要往那边走啊。往那边哦，往那边要更深入一点。好的。那这边有。啊、白痴。丢到那个了，丢到那个了。没事，我是白痴，我就是。哦、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我就是。我快捷键一百是放武器的。我知道你是白痴。
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我不许你这么说，诺英道歉。哦，你这样说自己，我们不许我说。你要说，你这样说自己，哇，心就敢扣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离那个，你们离紫金洞很近哎、欸啊。紫金洞你要干嘛啦？就是很漂亮啊。啊、哦，很美，很漂亮，很大，很漂亮，很大，很漂亮。哎、欸，繁星。嘿、hey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你喜欢漂漂亮亮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带去你本钱给你。起啦起啦！等下你受伤的。我的、OK、我的刚刚左键点不下去呢，得死。得死。紫金洞真的没有用吗？没什么用啊。目前是没用。不然这样，啊、你妆要不要做起来啊？啊靠！要戴你的头盔干嘛？来来来，希望你在这边可以开开心心的，阿门。我要打死他！我要打死！哎、欸，我把你葬在这么漂亮的地方、欸，哎，我还活着，我灵牙还……我仿佛好像还听到他还在骂我，怎么办？耳朵痒痒的。还在骂你说我要杀死你！哦，你哦，你有听到、哦？他是不是怨念有点深呐、啊？这给你做妆啦！我其实有啦。你们先做铁妆，你们先做铁妆。我其实有啦。你不要裸体，裸体裤。你不要裸体。我看一下，你把它弄成怎样？那就进去啊。哦、我以为你放在正中间呢、欸。你来，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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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奇怪、欸，放了你又该，放错你又该。我以为你会是这样哦。我身上还有你的，你看还有这个。欸，刚好有土欸。然后他们找不到你了。给我一根刀，我要杀了他。刀好，我做一把给你，我做一把给你，我烧给你，我烧给你。笑死！你要石头的还是铁的？啊，给你铁的啊，给你死，不要不要不要石头，给你太浪费了。来来来来来来。这个三炷香，然后这个要放中间，然后啊，你还有你的要保护大自然，那个盾牌，啊，怕你饿了，这边这样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还有啥？还有什么？我要吃猪眼，你我要这个，哎、欸，啊，怕你无聊，帮你，我们要逃边界，快去拿啊，在哪？我刚借的附近而已啊，就这边而已吧。就还有自己走啊，自己走啊，自己走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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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？哪里啦？没有啊。哎、欸、哎，真、欸、的是很谢谢，不客气。我没在那边走。我觉得啦，我们去陪他好了啦。哪里啦？欸、走哪里都不对哎、欸。哦、你们上面有路啊，上面有路，前面没路了。你在挖，我跟你讲，又是我的紫金洞了，又是你的紫金洞，哪里？哎、欸，团团不要，团、啊、不要，团哭啊哭啊哭啊！不要团，你不要团，我不许你这么做，要眼去找我，团你在哪？我挖到紫金洞来了，紫金洞，紫金洞啊！哪里往哪？紫金洞这里吗？你赶快，这里吗？这里吗？对 对, 對，你走是哪里？你们直接，对，没有错，你们是对的，对对对对，你们是来来，我挖上，我挖上，我挖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挖下，笑死！你们，哎、欸，来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他们现在往外这边，然后往他的左边呢，这个洞里面有一堆水哦。他怎么蚂蚁死了？哦，不小心挖太下面了。有一堆水，我劝你们是往开始往开始往左边挖了。左边啊，左边好。嗯，可是 Z 轴快到了呢，你是给我我就下哦哦，我以为你是要，我以为你是要直直挖，哎、欸、，Z 轴要到了啦，快点 ，Z 轴要到了，你是哪边啦？对，你要继续挖这边，对，继续挖这边，去往内挖，往内挖，哎、欸，走这边 S 轴以外了，挖，你们挖，你们先挖，各位先不用紧张，不用害怕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专业的播报员哈，啊，就是先挖就对了，啊、挖不赢了、啊，挖不赢了，没有错的，不行，啊，我先吃个金苹果，
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超超深的。啊啊！我要死！有！我下来了！我下来了！我下来了！我火气要来了！啊！快遇到了，你们快遇到了，你们快！团你在哪？团在我上面还是下面？我在这边，然后我从下面钻上来了。好，你们可以往上挖了。我告诉你们很深，真的很深。啊，好，我们很深啊，我们46哎，对啊。我跟你讲哦，巧克力已经无聊到在打矿工了。打矿工，打矿工，讲太凶了吧？哎、真的无聊到在打苦工了。我劝你们是快点往上陪的。有，我们努力哦。你看不到吗？你不要整，你给我下来，我跟你换。我们来机长交换。我看我怎么嘴你，妈的 ！Switch， 我不要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很深，真的快了，快遇到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快遇到了，快遇到了。他们有天眼兵啊！哎、欸。要随时帮我们报哦。对啊，你要帮我们看一下他的位置。我听到挖土的声音哎、欸。正上面，你们正上面，他因为巧克力在挖你们，他们看到你了。巧克力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们有天眼兵，我知道。不是你，不是叫我报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我们在看，要努力那个啦。哪个？你要看怎么上去，无伤上去。巧克力感觉要下去了，感觉他想要跳下去了。繁星跟巧克力对看哦，对看哦，哦。哦，有料哦哦，要打了吗？要打了吗？哎、欸，他来了！啊，岩浆哎，还有岩浆啊，哭哎、欸，哎呦！他团团在哪？我在旁边。哎、欸，你输了吗？还没对吧 ？OK， 打他，团团打他，熊猫团团，店长可以的，店长可以，店长没有输，店长输了输。啊哈！输了，哈哈哈！不行，我觉得好好笑。我们上去吧，是一个人，然后就用岩浆灭完。但是用岩浆灭完，真的觉得好好笑。为什么？你一定要我们要去看那个紫金洞窟？有那时候你们拜的那个香吗？有，我们在看。你们还祭拜他们？祭拜我们的薄荷姐姐一开始就陨落了，薄荷姐姐被炸爆了，被炸爆了，哪有薄荷姐姐是被小光杀死的？对，好像是哦。重点是原本是小雨在追，怎么忽然间变小光？然后重点是小光只有单枪匹马。因为我们两个想说要去追你们，可是波波跟我们失散，我就说啊，那等一下，我去找一下波波。然后我回头说，他们冲进去把爸爸杀了。好像是先把爸爸杀掉，一换一，有没有？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还设陷阱吗？你就想说啊，小雨会来，我就挖旁边躲着，然后想说叫爸爸去诱惑一下。然后爸爸说好，我去。我说那你要拿着食斧啊。他说哈，什么食斧？我就稿子。我说那就稿子。对，他拿着稿子，他用你被稿子打。对，然后就直接把小光引诱过来，然后就被打爆了。小光还很困惑，他想说稿子伤害有比较高吗？那我就想说稿子死稿，刚刚好铁稿啊。铁稿跟因为我身上有铁稿，就想说如果铁稿伤害比较高，我刚刚是不是不应该用石那个木斧砍他？对啊，我怎么想也是木斧应该比较高。对对对，安诺因怎么爆炸了？他被苦力怕炸死。这个事情呢，我要讲一下，就是一开始我先被苦力怕炸到半颗心而已。他说怎么了？要好好爱护生命吗？我说没有啦，就是讲不下去之类的。结果下几秒换团团被炸。炸完之后换诺因被炸，但他诺因被炸死，诺因直接被炸到了。Q Q， 然后之后诺因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旁边有紫金洞哎。”然后反正说：“那我把你的木弄在那边。”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弄那个什么钢材啊，用花。他就说很漂亮啊，好，帮你盖在那边。我刚刚看团团求生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真的差一秒被压死了，我差一秒，完蛋了，我下一秒哇这样，他们都说差一秒被压死了，我想说真的，他差一点就死掉了，他挖一挖中间挖到瞳孔，边挖超慢，对呀、啊，哎呦。我就想说，哇，我们要战胜的关键就是有岩浆桶，可以了，真的有岩浆桶耶！我还想说，扯的，会有岩浆桶吗？哇，真的有岩浆桶，太扯了。麻衣勉强有用，勉强有用，勉强。
至少再怎么样都比爸爸还要好。他一开始还拿那个木棒在打僵尸。木棒，拿木棒打，蛮勇棒。耶、yeah, ，我超勇的，超勇的，超棒的。那就一直说，哎、欸，你脚下那边有矿，可以直直往下。我说，那会不会摔？他说会摔伤，但没关系，只是摔一小下。我就在弄，我就慢慢挖。他说没关系，你直接往下就可以了，忍一下。他说我为什么要忍？哇哦！等一下就不痛了，没事的。会痛就是会痛哦。等一下就不痛了，非常哦。这好酷哦！哇哇，好漂亮啊！哦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哦、作者的话，夏日日本之旅啊！哇哦，对，更厉害了，而且。好不好？这一张也有情侣系统，不要再政治联姻了。有非是情侣系统，也没有强制绑定啊、哦嗯哦。那还有一些额外的成就啊，那只是趣味，也不会干嘛。那我们也规定，上一次好不好有结成 CP 的，这一次就不能选。好好，这样每次有一些不同。哦、那我跟繁星吧。哦团团了哦，对，你不能跟团团，哇 ，Q 啊 Q， 就少这两队、哦，那其他的都可以任意选择、啊。那你要用打字 啊，你们要说什么也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哦，嗯，好。那小光他的 CP 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开好像是五分钟的时候会可以选一个 CP， 嗯，那个 CP 是这样子，就是你跟他 CP 的话，他获胜，那就可以连带连带你也会获胜。哦、oh, 就比方说我是红队你是蓝队，那你选、欸、你我们两个都选彼此就会成为 CP， 那我们红队赢，但是你是我的 CP， 你就是第四个赢家这样子。哦、oh, 我了解了，对对对对对对、oh. 啊、那重点是必须要两个人互选才会成为 CP 哦、啊、要互选哦，对，所以这就是关键，心电感应，心电感应，心电心。啊，你跟自己的 CP 靠在一起的话，他的那个空投也会比较多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哦，好像是一分钟还是两分钟？是靠一起头上有爱心而已吗？对，你要一直靠一起啊，要比较久。那 CP 是可以讲的吗？就是说，跟同队人说，哦，我的 CP 是谁这样子吗？可以可以。他就把他头像砍爆，好像。他还会公布是不是 ？OK， 了解了。忘记了，忘记了。我们政治联姻的，真的有政治联姻玩？有，都会有人督的。对，有一个人会，对，会露一个团，会露一个，最少一个啦。残忍哦。也说不定会有两队就忽然间、嗯、然后一队就没了这样、哦、是对啊，哦，好不好，完全没有啊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晓得，好，那一样有快速金头颅，但是呢缩圈就不是开场缩，就比较慢一点、哦、好、嗯、好，物品免烧也就没有了，慢慢来咯，好有免烧、啊 OK、有免烧，强制单身强制单身，那就来随机分队哦，我哟，我那我是要塞绿队，可是巧克力不能塞，我只能塞诺因了、欸、那就塞诺因喽。塞诺因啊！你那你那蚂蚁就要塞巧克力啊！好，我塞看看。可是他们说不能政治联姻呢，完了。哦，你是说哦？啊，就是要看啊，但那都不要讲啊。那也没办法，如果他们现在互通哦，互通哦，互通啊。哪边是哪边啦？等一下哦、喔，我有空投，有空投，迷失了，迷失了，迷失了啊！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爸爸，这都你们继续走，你们继续走，那边那边继续走，你们这边继续走，对，继续走，狐狸，狐狸，到了，我们到雷门了，啊？那个啊？哪里？我没看到啊，哪里？我在哪？我是谁？你是？你往你的右手边，你贴着边界走就会到了。左边是边界，左边是边界。
好的，我继续走。你怎么还没出来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在哪？我是谁啊？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啊！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弗雷，我看到弗雷了。弗雷，哇，弗雷在，哎、欸，对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，狗狗咬死弗雷。哎，狐狸死了，又看是狐狸死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狐狸会攻击兔子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哈，狐狸，嗯、狐狸很可爱、欸，狐狸很坏。我爱拔草。你人好好，我拿到种子了。啊，空投什么时候才会给？我们先进去搜寻看看啊、哦，都来了。哎、欸，蚂蚁，你以后习惯、啊，你是不是边跑边跳会那个啊？会卡输入法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你要调那个啊，调美式键盘。啊，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追不到人，而且又常被追到，不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很可惜呢。有时候都觉得你可以赢得。哦，我这边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我可以做鸡蛋，我要升级一下。它里面的箱子是有东西的耶。我靠金！啊酷啊！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爆裂魔法！是我的吗？我的嗎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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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那边。喂 ，OK OK OK。太久了吧，太久了吧。哦，我效率搞高了。爽。哎、欸，奇哥。哎、欸，有可能有苦力霸。哎、欸，苦力霸，怎么有苦力霸？怎么那么可怕？哦，他看我了，宝宝你，爸爸你可以去打他了。好，我去打他。我拿我的钻镐。跳，请用跳的，请用跳的。对对对。对对对，哇，你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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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吉哥，你不是说没有金了？嗯，我在跟作者聊天，远端对话。他说他盖这些房子习惯不用金砖了，不用金砖，所以可以打金砖哦。有啊，那个门上面有金砖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做金苹果。好爽哦，赚到！嗯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箱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乖。Yes, OK. It's OK. 嘟啦哒，哎、欸，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那个选秀节目，也很赞。哎、欸，什么选秀节目？就是韩国的选秀节目，里面在生怪哎、欸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。哇！小僵尸啊！哇！我要出事了，快跑！完了，你是要跟巧克力联姻的哎、欸，还是谁？啊，你要跟小雨联姻的哎、欸，你要活着。没事的，我活着，我活着。啊，有了有了，给我个西瓜吧，拜托。西瓜，西瓜，是不是只能吃西瓜？啊，怎么是这个？没有啊，站在西瓜上面就会回血。对啊，没有西瓜哎、欸。没事，我们可以再稍等。我这加速很短哎、欸。这里超危险的。漏斗会无性生殖降木材啊？哎、欸，有爆裂魔法吗？你？哎呦，我爆裂魔法吗、欸？我们可以选的、欸。我上次没有选过哎、欸，上次点齿编号，所以是二。要删掉这个是不是？啊没有，就是点选之后把那个编码删掉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打数字。嗯。别笑，别笑。哇哇哇！我一直把。
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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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我跟小雨配对的哎，怎么真的假的？怎样会出现有配对？你他就写你有成功，你看对话框框有没有成功？他会写成功吗？对啊，你选谁？我选巧克力啊。啊，他没选你哦、喔。应该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上次也没有配对成功，所以我也不会。小光，小光，小光，对口龙源，小光。可是我快死了耶，我们要去跟他 say hi 吗？啊，小光波波，哦，你快死了，你怎么可以死？啊、我不许你这么说，你真的快死了耶！对呀、啊，我你有金，你有苹果，你有苹果？没有啊，没有苹。那这个，嗯，金砖呢？哎，这什么？我们可以赌运气耶。嗯。赌那个西瓜运气，好啊。或是有没有你们刚刚有开到那个吗？酿造的，我也可以来酿啊。没有，没有哦。啊，就是因为奇怪怪的。奇怪怪。强力二。啊，太久！哎、欸，暴力！哎、欸，喂喂喂喂喂，小心小心！哪里哪里哪里？哪里？哦，你是达成目标，我以为你是暴力法。嗯。反弹。你干什么？不要不要，这个人！我要淘汰你干什么？先躲起来。我保护发发，我要淘汰你要干什么？我劝退他。团团，芝麻哥哥走开！你不要去，不要去惹熊猫团团。那波波可以惹吧？可以可以，那就没事了啊！不要那么火爆，哎、欸，随机一名，力量效果，哎、欸，是我哎、欸，啊是你啊，我力量效果哎、欸，哇哦哇哦，不要那么火爆，不要那么火爆，好，继续炸个洞。刚刚爆裂魔法旁边有苹果在箱子里。呜，嘿，靠！人设闹鬼啊！啊什么？怎么了？好恐怖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摸得到吗？我摸得到。多怪哦！多多的，哎、欸，幸运一耶！哎、欸，你在炸什么？啊，我在炸地表。哦，那个其实可以用隐形药水，然后放在手上旁边放 TNT， 他们盾牌防不住。哎呦！哎呦，我其实很想这样干呐、啊。好的，我帮你收集。有了，超勇的。你超勇的，你做个工作台。我做工作台，好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我去伐木，我要把垃圾丢进去。不用伐木啊，砍箱子。哎、欸，我们去进去，该进去了，该进去了，该进去了。天黑 了。哎呦。所以都没有酿造的那个哈。没有。好哟。好。啊，我多好了！我把上面挖洞，这样子。可是等下如果有那个爆裂魔法，就出事。道歉的作者，我把你家拆了。你怎么拆了？你把人家地表弄炸了？我把它狠狠的炸掉。我傻呢。哇！一力量一分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丢啊！我要赶紧爆炸！哇！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！你饥饿小？OK。是什么呢？你不是要你有弓箭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弓箭、啊、分一半给你。哎呦，碎哟、喔！我把 TNT 放里面。好啊。毒啾啾。摇死他！等一下喔、你们要投吗？你们要投，我先。我投了，我投了，我投了，我投了。哦，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！哦，碎呀、啊，碎。
睡啦睡啦！你把门。我把门上来啊！你上来啊！你上来啊！上来、啊！你怎么跑掉了？你怎么不相信我？你再来哦！我走。哦，睡啦！我又可以回血了。不能隐形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隐形？铁力够做一个铁，做一个盾牌，可以做啊，没事啊。哎呀，录音，录音，录音。啊被毒蜘蛛咬到吧，很可爱。对啊，嗯，哦哦，我回好血了。我的伴侣看来很不想跟我配对呢。真的吗？你的伴侣被蜘蛛咬死了。蜘蛛太毒了！嘣嘣嘣嘣嘣！哦哦，我看到外面有一个僵尸，金装僵尸，很猛，好可怕哦！为什么我卡住了？现在我地狱金矿！哇哇哇！你要扔吗？你有扔吗？你扔，你扔，我先躲一楼。刚刚听到蜘蛛的声音。外面啊。烂透。竟然是空包弹。哎呀你，赶快上去摸西瓜。水空投。嘿嘿。封住。对，这种箱子可以放。嗯，好像啥都不能干。有个金锭，金锭掉里面。噴噴噴噴噴噴，我听到蜘蛛在洗澡的声音，应该是要把这栅栏拆。烟熏炉，啊，加那么高炉。有啊，楼下楼下有高炉。那是烟熏炉吧？不是烟熏。哎呀，烤肉的。我去隔壁帮你看看。你晚上呢？对啊，晚上危险。我直接拆房子呢。好啊，拆啊。我在猜了，作者不要看。哦哇哦！他们打起来了，我不管了，我要冲了。他们在哪里？不行，外面有鬼。外面很危险。哦，打怪也会有危险。危险。哎谁啦，不该在晚上出来暖暖手的啦，鬼门开了，拍谁啦、快过来、哇，挖掘加速欸，好猛喔、啊、不是看你吗？怎么会追我？对呀、啊、快上来快上来，芳芳你还好吗？很好 啊！我在楼上，我超安全的。啊，超勇的。我没错，我超勇的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什么是什么？啊，我超勇的啊！结束了、欸，我们要死了。我们去死吧！我要死，我们去死，我们去死，我们去死了！耶耶耶！哦。爸爸，爸爸来。这是快啊！好好哦！来站中间，我站好站满了。来进来进来进来！哎，走开啦！走开，不是你啦，白痴哦、喔！要死是不是啦？哎呀！一起死啊！一起死啊！哎，蚂蚁嘞？哎，怎么下来？蚂蚁死了！干嘛、啊？我们要赢了哎、欸！
啊，我们有政治联谊到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有啦，蚂蚁我不知道有没有。有欸、蚂蚁好像没有哎、欸。蚂蚁不能1.8啦。啊，你好像很不想死呢、欸，1.8就是连灰啦。连灰、啊，他没有政治联谊到啦。啊，那你去干掉不跟你联谊的人吧。可怜哦，去干掉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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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骑士团来了，三个、欸、五个，完你完了，你这个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！僵尸带着我的头颅去联姻了，他看起来很凶，我们上去吗？对啊。真是啊！因为你们看，奇怪的，我一开始一跟一个人一直蹲蹲，结果我被太难过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阿姨说是选你耶，哎、啊，那没有，他们没有选成功耶，哎，为什么要选成功？哎、欸，哦、oh, oh, okay, oh, 欸，前四个没有成功呢。有，我有选蚂蚁耶。对啊，有问题。我想说，我们都已经对好暗号了。对啊，没有错。繁星也可以跟诺英，这代表我应该也可以跟别人啊。对啊。对啊。我有选说，我有选成功，然后最后就选说配对失败。蚂蚁也是这样子。好神奇哦！我有选编号啊，有啊。我这个繁星，嘿、hey ，他在用打的，你有打吗？波波的蜘蛛引过来的，我没有办法。哦，我想说你要让我守寡，还是最后选巧克力了吗？没有，诺英，你有办法，你被追还在吃东西，他在吃，因为我吃，太也没有那个。你下次要学会要跑不了就要举盾，你要相信队友。我们会帮你打他。对，你就在他面前吃了起来。蜘蛛就表示，那我也把你吃了。嘛，这是跟刚刚小光一样啊，在面前合成。哎、我在合成。哎、奇怪，怎么 Q 直接死去？还跑一跑，突然停下来。我们就说 BOBO， 让那个诺英死掉，我们又一定要追他。他是罪魁祸首，我们把你放回去。哎，什么叫做我那一只人家那个那么乖，在那边掉出来的？我都手很瘦，我都先，我都跑远了。你弃养哎？可以问一下那个团团选谁啊？我选你哎，你知道你要听理由吗？什么理由？因为呢，我看了一下啊，好像你们那队血比较多，就选你啊。好肤浅呢。那我不选谁？我选到繁星，我本来要选发发的，就一我看到那个 F 开头嘛。选错字更听不下去了。哦，选。小光选谁？我选巧克力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哎、欸，都是你赢哎、欸，那我选你应该就会赢了吧？殊不知我们在游戏开始十秒倒数的时候，就各自去自己的 CP 前面一直蹲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们什么话语都没说，就是靠国际礼仪蹲蹲。哦，原来蹲蹲的，哎呀，学起来了。蹲蹲蹲蹲蹲。哎，笑死！来来来，跟蚂蚁可能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完了，原来是你们的误会啊！原来误会啊！误会，神秘的 bug。对，难怪你们这边炸自己。对啊，啊，哎，刚刚那个还有一个地方有湖中女神啊，对，湖中女神呢，很酷哎。没有去那边刷了很多，有啊，可以丢东西。等一下可以过去，真的会有东西哦。但是会怎样？你们就自己等一下可以玩。然后一定一堆人会这边打架，很有趣哦。那边可以玩拥抱。哎，所以那个版本是吃食物可以补血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不会啊。哦，也是不能补哈。哦，是站在对对对，他的 UHC 都不回血。那他比较特别的，他站在西瓜上面，是这个空投场啊。他站在西瓜上可以补血，那或者是你打怪也可以回一滴。真的假的？我把西瓜，你把西瓜怎么了？你把西瓜吃了？你吃西瓜啊？我打了，他把打爆死了。那带着走啊，可以啊，对啊。哦，我懂了，所以打怪也能回血啊。对对对。
这里角落有那个湖，这个这个哦，好酷哦！那你假如丢东西就会有湖中女神，等下有机会可以来玩玩，可以可以一直丢吗？还是有次数限制？这你等下我就知道。OK OK 好，不跑开，你下去看看。不啊，是丢东西，不是丢人下去。我以为等下下去了啊。按照故事丢物品，哎，你说不定可以丢头颅啊。哎呦，胖虎都下去过了，要先杀人才能来丢啊。三六，要先厮杀之后才被献祭。哎呦，感觉不错哦。胖虎都下去过了，对他变好的胖虎。那我们这场特别一点啊。一人一对，这就绝对没有什么正联姻了，联不起来了。哇，然后墩墩也可以，但是就反正怎么样都会有一人孤单。还有那种什么最少一人啊？对，选过就不能再选喽。刚刚是小雨跟发发嘛，小雨跟发发，诺伊跟繁星。那、啊、我跟繁星上次也有过，就是这种也不行，所以他都要选新的，好，没问题，完了完了，大家要选自动的，这个斗啊呀，这个战斗，三关麦克风就行了，我们的暗号，哎 ，OK 的 OK 的，一起心电心哦，一起心电心哦，心电感应哦，心电感应哦，有一个人会被边缘化，每分钟都会有那个空投。好，我们就一起通话哦。通话吗？好，没事啊。关声音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不用不用。干嘛？我看到发发杀人。哦，发发是啊。我们可以那个轮流去那个湖中女神，湖中女神那边是和平区域哦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和平区域。而且刚刚他说中央有烟火也没有，有有有有有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啊。那个配对一出现的时候就有了。对，配对那我们太晚去了啊。我们那时候在女神，很大很漂亮，很大很漂亮。等下再来看看，就来喽。好。奏起来！奏起来 ！Go go go！ 我觉得，我觉得没人要配，不要选好了，直接伤害到自己，对不对？没问题。咦！赶快去湖中女神，不然要去被揍了。好远哦，负300格哎！你还有记他的坐标？有啊，要听吗？好啊，三百。你们刚刚有看那个吗？他的那个神社那里有告示牌。神社有公牌了，神社那边有点危险，一堆妖魔鬼怪。作者在那边写说什么 BOBO 呕吐什么的，哎，那就不是了，你就没有吗？坐标没写，我过去看到告示牌啊，那边就没东西，你在钓鱼。有东西。是坐标，对啊。谢谢啦，负120。好远。慢慢。它是斜对角，超远的。那我们至少等那个嘛，等 CP 选完之后再打。再说，对对对，好啊，那我要摘花过去。哦、那我要拆一点建筑。真的有点远。先安全好吧，都安全。好，安全。哇，你好幸运啊！幸运啊！幸运的。CP 死也没办法，这个也没办法了啊，诺英。他被打了半条命而已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诺英没事，诺英没事。哎呦喂，有西瓜空投，你还可以活。可以再做的。可以啊，有那个汤的话也可以喝、啊。这个我挖不起来，那就只留着了。遇水掰了，我的兔尾巴被拍到了，你完蛋了。你可以跟我讲，然后我等一下去那个去挖。哦，他在地球的另外一端。哦，这两个人。对对对对，哎呦哎呦，等一下那边怪怪是不是？嗯、这两个人不是他一个有那个说、啊、你先放着，我等一下去挖。这两个怪怪的哦。真奇怪，怪，所以现在还是和平模式的，和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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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模式，没有怪哦，和平模式没怪，没怪，没怪，没怪。现在用我的工作台吗？怎么了？我是谁？谁在用人家工作台？我啊，偷拿人家工作台。可是他做两个工作台，我想说他是一个做给我的嘛？啊，我误会了是不是？对不起嘛。我误会要说嘛，你手上有一个工作台，地上一个工作台啊，你要讲吗？可是我空投机掉不下去，然后他怎么办？这个我帮你。哦哦哦，小雨你好厉害哦。嗯。
啊，这可以用了吗？爬不起来啊，农作物。那我就可以用工作台，对不对？给你啦，给你啦，我两个。我知道你两个啊，哀伤哎、欸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两个？啊，你做完之后，你手上又拿了一个，我瞎子哦。对吧？湖中女神好远哦！啊，你到底在哪？我现在还有100多格，爸爸这里，爸爸回来这里，在面向神社右边。小你看我这个，这里都我们人都在这，爸爸你是看不到。我给你的，你不要下那么爽。我带你，你是不是给我点什么？有没有特别快点？我施舍你的，你不要下那么爽好吗？这个送你，你丢什么？好，那可以。OK， 来来来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哦耶，我来了。这里走，这里走，好玩的。哎呦，我从不同的地方来，天啊，好累哦。看你是诚实的发法还是谎话的发法？我是最棒的。哎，好漂亮哦！湖中女神，湖中女神。哎呦，看到了。哎，要去啦。拿不到是不是？等一下啦。都拿不到啊，有。那我要丢丢看。然后你们丢，换你们丢。哎，不是被选走了。你这个坏蛋！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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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很多食物，要！快点快点！没有没有，反正你再玩，你再玩，你再玩一个几次，好玩的好玩的。哎，我的狗子！哎，你看，你看那个，不要怕，往那边走，不要再污染哎！不要害怕粉团，我很怕，我觉得会死掉。不要害怕！又见又见又见。哦，哎、欸，爸爸是说谎的爸爸，好，虽然是我帮你选的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刚刚有人怪怪的，刚刚有人怪怪的，他拿的怪怪的东西，怪怪的，更多的食物。女神不见了，好痛哦！你被打了。爸爸被打了，爸爸被打了，被打了，谁打的？是釜山前区，他被女神打了。他被女神打啦！我被女神打了。你怎么被女神打了？那怎么选？你要站在上面去按右键。你要那个告示牌。对，你要站，你站到旁边，站到旁边，那边你这个高度啊点不到。这里哦。你站到这里。哦哦哦哦。你要够高才点得到。然后嘞，右键吗？空拳吗？右键啊，对，右键点。没有用啊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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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什么小雨获得暴力魔法就没事啊？哦，来来 CP 时间。可恶，没有那个是 TNT 的。TNT 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折啊，不是打数字吗？打数字啊！你要把那个删掉，你要把那个删掉啊！有啊，对啊，你要把那编号删掉。他也选说，我觉得上一场可能遇到 bug。嗯，看看这场会不会还有吧？哎，应该比较正常了吧？然后选好了，大家你要看出他有选说你已经选择几号？有，有，有有有。我可以不选吗？啊，西瓜空你也可以啊，好啊，也可以啊。姐姐，你看选的烟火，烟火，烟火，烟火在你吗？烟火，哇，我也没有，烟火，烟火，没了没了，好远，没了没了，好远，没了，爆炸了，太难过了，还有西瓜，我也想借西瓜，下面应该还有一个西瓜，我刚刚有一个西瓜在下面。想吃西瓜吗？找不到你。我拿到西瓜了，你回来啦！我在山上，我在不一定要帮他们补啊！啊，情侣出动了！我要去找人了！谁是情侣？谁是做情侣？出动了！是有人孤孤单单呢？出动了！可以打喽，可以打喽！你们两个很可爱呢。对，我也是。虽然我知道你跟谁来。但是给你。哎呦喂啊！我也可以去叫女神。我的伙伴没有通灵到，好吧。我有通灵到你啊？为什么？有啦，还是我有八个。可是我们没有配对成功。蚂蚁已经可以打了，是蚂蚁的问题呀。是蚂蚁，蚂蚁没按。蚂蚁是不是有问题？我有按啊。没关系。快点！我太幸运了吧！被雷劈！我有很多人打起来喽！不然等下再一场，我们通通选蚂蚁，看他选谁。这就不算是问题了吧？救命！
波波去哪里？波波怎么了？波波怎么了？你在哪？我们救你啊！波波怎么了？我救你，我救你，你不要，你小心，你小心。波波不要，你小心。啊、你好远哦，我打不到。为什么？我发现雷是不是很喜欢我啊？没错，哎呀，麻烦，麻烦，输掉了。哎，小胖去补血，小胖补血。我你们连英狗，干掉你们！打掉你们！你怎么可以选巧克力？你怎么可以选巧克力？打掉你们！哇！你的镜头吗？啊！你们盘根本心。哎呀！不，好痛，好痛。因为发了，我有很多钻石矿，你先被我压死的，我被你被闪电是怎样啊？你怎么被闪电劈死啊？我在水里面，他们不是你啊，两个剩下的两个呢？哎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这里，这个，好好好，没事，哇，太扯了，好猛哦！你以为我是跟他吗？可怕！我就觉得奇怪，我在砍 Bobo， 怎么发发突然射我？完了，他们两个 CP， 我们两个。哎，那问问没有对到的二四六。有观众说麻衣根本没选到。哦，是哦。对。啊、中文那个要删掉。不，删掉再打数字。对，要再打数字就好了。要打数字。对。哦。就像这个、啊、CP， 它会变成这样，就前面加个斜线。嗯。对，他原本那个是写编号，你就把它删掉，然后打数字。那、啊、你打完之后，他也会显说你有选成功啊。你确定选到谁？嗯，抓到，抓到。所以诺音是选谁？麻衣吧。麻衣就没有选到。麻衣没有选成功哦，可恶。繁星选谁？啊，我本来一开始不选啊，阿强乱选选团团啊。我想说奇怪，我不是失败吗？你怎么看得出来我选团团？这不就只是想骗有没有？只要骗一下而已。各种骗，我还躲在山上偷看。早知道刚不回头挖钻石了，气死！真的是血流成河哎、欸，好难玩哦这游戏。我刚刚已经觊觎波波的身体很久了，我刚刚已经在那边等那个，对，在等杀了，好不好？你明明就、嗯、你明明就已经有心上人了，你还觊觎我的身体？哎呀，小光，你要赶快等他之后吃那个金头颅，吃啊！有金头颅吗？哦，对，我杀死了有金头颅，杀死了还有金头颅，来不及。我刚一杀完他们之后，一群人围攻我，好恐怖、哦！团团也围攻我，繁星也冲过来围攻我，吓死了。然后你跟巧克力配啊，杀了你啊！好可怕！爸爸，你太幸运了，你竟然是被雷劈。对啊，然后打一打，哎呀，爸爸嘞！我还特别游到水里，想说躲过了，然后就砰！哎，打雷不能躲水里哦，不能，没有用，怎么能躲水？可以连，可以连，那个就是命中注定的。对，刚刚两场下来，有人都没有配对到吗？好的，麻衣还有谁？波波可以的，波波有了，波波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你胡说，还有啊，对，你什么意思？就麻衣嘛。好像那我们这一场就是全部人选麻衣。好，麻衣你一定要选一个人。你要记得答对哦，你要记得答对。麻衣，你愿意当我的情人吗？这样子。我们全部都去麻衣面前蹲蹲。第一场我就跟麻衣蹲蹲了，拜托。麻衣，我们是好朋友吧？我们要去麻衣。好压力好大啊！麻衣，选择我吧！这个画面，
选择我们，选择我们，菜市场，然后绕一整圈有没有？挑挑东西喽，然后在旁边跳舞，挑挑看跳舞。不是，我们这样逆顺时针这样绕他有没有？选我，选我，还是你评比？你根本故意看他转哪里就走哪里。Pick me, pick me, pick me up。一样哦，一样的位置吗？的时候才可以打哦。好诶，好，是波波，爱波波，嗨，波波，小心你旁边的人。对，怎么给你各种东西呢？现在是和平的，现在是和平的，和平的，对，现在是和平。安平古堡吗？你要来吗？放烟火前，我看那告示牌又出现了。嗯，这么刚好。安平古堡。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有告示牌啊。很多大炮可以看哦，瞎毁，咻咻咻蹦！我这次要东西丢一丢，然后就跑出来等看烟火。这丢一次就没了吗？蛮多颗的，好像三次还是四次吧。哦，我都可以丢，丢一丢不行的，那个都可以丢啊，我不要再丢了。好啊，我刚刚就被阻止了，很难过。啊，放弃了。你好像再丢就会被女神揍了，刚刚法就被揍了，暴力魔法，暴力暴力，炸起来！哎，怎么没爆？没有啊，他怎么没爆？哎，我要过去看他。他会在你刚刚，终于不是了。他爸，你干嘛？我在看我的，我怎么走过去受伤？你养狐狸，你养狐狸，你自己过去看的，是不是？我想说怎么没爆呢？暴力魔法吗？就像你们点了鞭炮，就点那个冲天炮，然后他突然没有响，想要走过去看一下，他突然爆炸，就被炸到了。对，好像怎么那么跳？傻乎乎，你烧傻了他，帮你。嗯，来的来的，好棒！不要是暴力魔法，狐狸耶！哦。哇，木拿走口源，吃的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可，龙源，他跑走了，跑走了。养他，你养他，你养他。我养他。龙岩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哎，不是，他要撰稿。狐狸来，狐狸来，应该是。哦，有翘刺耶，好强啊，梦影。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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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了！又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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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又爆！哇！你怎么跑走了？怎么跑走了？狐狸太难养了吧？哎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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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今天是用烤鸡耶，真舒服。体验动能？谁？体验动能？不会死掉吧？速度风头？哎，体验动能就是那是死亡。对啊。感谢诺音的订阅，感谢诺音。我看到告示牌了，什么东西？哦，你是系统续订是不是？哦，对啊。那我们也先说了，那个感谢诺音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你要投票。诺音觉得莫名其妙，怎么突然大家都在写啊？我不知道幸运的剑是干嘛了？我要给他运功名。他给的那个父母王都是幸运的，就真的吗？哦，是看起来有父母。拿，拿到拿了。拿，我是绑定诅咒。我第一张也是，我第一张也是。好烂！我先直接绑定起来，感觉有点危险了，大家。耐久十，耐久十的斧头。耐久很强哦，耐久没有耐久十补，那不是补到外人吗？右一表最强，他这个怎么看到？他怎么没有给我东西？哎呦，那你要 Q， 然后过去点告示牌，告示牌，哦对，告示牌，就点他，点他，右键点他，你们有食物了？哦，有食物了，耶，谢谢，效率三的熟头，不客气，撤退撤退。拿完食物就走人，欸、很危险啊、哦！你这边等下会打起来，我要走了。我觉得这边等下要打起来。我来看烟火了。还没有选择吗？我们是等选择完。嗯，我
我怕一选择完就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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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得不到你就要毁了你，杀了你，毁了你，太惨了！我妈一直要开炸了！哇，你有翅膀，雷劈下来！哇，你好幸运哦，巧克力。对呀、啊，好幸运哦，太幸运了！哇。选择了附魔工具，有没有人有西瓜？燃烧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要选了，要选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都要选蚂蚁哦，蚂蚁会了吗？选了，选了，选了。哎，你要先点那个点此选择伙伴，有没有？它就有那个，那你再选数字，对，你再点打数字。嗯，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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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看到情侣系统写说你有选择。猜不然这样子好了，你们对我讲一句中肯的话，我就考虑考虑。没有了，哦，直接会来不及，要来不及，来不及的，这边选择出聪明的选择，你真漂亮。好啦，看来大家都要单身喽。好可爱哦！我们从来都只说摸着良心讲话、啊。小姑娘，最美的，最美的 ，beautiful， 最美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超漂亮。哇，看来超漂亮，超漂亮。我看到小雨已经在找人了，小雨好可怕。我没有在找人，我在开箱箱。在砍，哎，好恐怖！他想要开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怎么办？发啊，发发，突然被炸死了。哇、啊！你在哪里被炸死？啊，我在，知道哎，在村庄。哈哈哈！你刚刚有一个玻璃魔法，你自己用的。可是我离他好远哎、欸。还是会被炸。要再远一点。跑错方向了。我应该太近了。就现在大家都是。录音我有烟火。我觉得我们要先去找一下谁配成功。我跟你交换、嗯。对啊。先把蚂蚁杀了。到底是谁？我跟你说，你有什么东西？我们一堆恐怖情人要出现了。爱不到就杀死你。好，谢谢。恐怖情人。你会用那个烟火吗？会。好，要飞起来再按右键哦。我只有一个，我要好好的。对。你去打火药跟纸啊。大家都是恐怖情侣哦。你觉得这种状态能打吗？可以啊，你打波波我们都不会说什么啊，尽管打。对啊，对啊，打啊！打他，打他！那看来波波不是了，看来不是波波了，不是波波了，那就可以打波波，那就可以打波波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是波波吗？娘子，娘子，再问，说你是不是配对成功了？不然你倒在哪？我们可以去祭拜你。就是你，是不是配对成功了？是不是你啊？你说你就我在说你啊，是不是你？啊，不是我、啊。你没有？我没有。啊、在追逐，在追逐。我要当恐怖情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当稽查队，情侣这一场都是仇敌了。来来来，走，我们稽查队出发了。稽查队出动，稽查队出动。哎，来来来，象征的，哎，不对，你已经有了，好吧？我原本想说你没有。不然你死在哪？我祭拜你啊！死在。走，拿你的头颅。就是中间有祭坛，然后你看前面有一堆箱子，就是在那边。对对对对。巧克力，发发头颅已经拿走了啦。真的假的？捡起来了，捡起来了。巧克力，你是不是想要那个绿绿的酷东西呀、啊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我看后面有一个，后面有一个团团。后面哪一个？我看。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两个，你是不是配对成功？是不是直接来的？你是配对成功，过来。是的，配对成功。反正直接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。等一下，所以你有没有配对成功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没有，我们三个一起来，过来。来，我们组队。我们是 FF 团。我们组队，我们要做了。哎，我们组队了，我们凑好三个 F 了。完了，他们是复仇者联盟了。轰隆隆隆隆隆隆！你们有那个复仇者联盟啊？对啊，联盟。那个对，刚忘了调缩圈呢，我调一下看看啊。这给你，我只有这个，我没有别的。你怎么是这个？啊，给你这个啦。
我也有。有没有谁没配对啦、啊？我们来复仇者联盟来一下。我没有配对，没有，我们都没有，我们都没有，连八个都说没有，连八个都没有，我们要找内鬼啊！我要找内鬼。蚂蚁心里要哭泣的。这个笑他原本不是这么设计的。怪怪的，怪怪的哦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来一下缩圈，乖乖，好。哦，哎，有啊，还有没有人在湖中女神那里啊？好像没有、欸，哎，好像应该不会有人这么的有吧？那、你是不懂哦，我看你是不懂哦，哎、我看你是不懂、哦。前面有一个人哦，前面是谁、啊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超勇的，那个下面有一个是谁啊？怎么没看到你？不要不要，不是我，跑很快哦，那是谁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谁啊？看不出来，穿铁装。没有，我没有穿铁装，我没有穿铁装。那看来是小光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在误导你们，我在误导你们。那你们觉得是我？我这样不救赎我，那我先跑，太危险。我在圈外，怎么可能找得到我？哦哦，我看你是很懂哦。你搞骗！我在圈外。我看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哦。我看你是不懂哦。我看你是不懂哦。你要让我看看吗？回来了，我绕回来了。好好好，我们继续去找人啊，稽查队。好，我们再去找人。好好好，好可怕、哦。刚刚原本上面没有这个的。你说 Bubble 吐了、哦？对、欸，我设不晓得会，我先设大一点好了。啊，没有问题的哟。我们这个 Bobo 吐的，没有啊，有告示牌上面写 Bobo 又吐了，快跑、哦！上面写说 Bobo 又吐了，快跑啊！这样真的假的？有啊，应该是缩圈到100个，有三分钟的时间。好，头上会不会跑我也不确定呢，因为那是特别指定去打的。好。好，我带你。哎，大家都躲好好的、欸，是每个人都有配对哦、喔啊。没有啊，现在夜宵啊。哦哦，好像也是哦。哦，宵禁中，宵禁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边有蚂蚁、欸！哎呦哎呦哎呦，蚂蚁这里，哇，蚂蚁要死了！蚂蚁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开心吗？怎么在这里？对啊，你哪里家？暗光叫，暗光叫，不要这样，不要。你真的是很坏。有有圈友在说、哦，这个图像死了，图像死了。我的内心还有两分钟，说到16个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别担心。暗光叫，小光全套铁装，你是不是有配对？没有啦。你是不是有配对？你怎么那么多装备？你怎么马全套？我还是裸、欸。全套，我什么都没有、欸，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、欸。怎么可能？我是运气不错啦。你蚂蚁跑走了、欸，跑走了。好贱的！你们这样追他，肯定逃啊！哪有他射我一箭呢、欸？我刚刚还没有打下去，圈很快哦，圈很快哦。原来在隔壁哦，这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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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给我什么？给你这给你。惊险的，很快哦。头上的那个都不是，都不是，都不是真的哦。他会说到16格，我看到了。你的左边是16格。对。我看一下在哪裡。两分钟内哦。29哎、欸，在哪里、啊？哪里呀、啊？不晓得，中心点是不是？那个中心点也不确定是不是对的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巧克力嘞，好啊，那怎么？应该是随机缩圈的。我们现在说的是正中心。啊！哎、看蚂蚁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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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蚂蚁，他打我们，他来打我们呢、欸！都怪，都怪啊！打好了，打我！没有，不是我，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蚂蚁在打我们呢、欸。你那你干嘛追我？我在怪追你，我在被怪追，我在被怪追。这里怪太多，群魔乱舞啊！我操，超多怪，我现在怪会超多，怪怪不会消失哦。啊、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快死了！为什么有个隐形的内内在跑？我被快打了！你把自己蜘蛛啊，小人！我该呀，我该呀！我要死我！太多蜘蛛了，超多怪的哦！我就跟你说了，还敢偷打我，太可怕了！一堆蜘蛛在干嘛啦？僵尸也一堆啊！好多僵尸哦！我被全缩超快。
出事了，出事了，上面，上面，快逃啊，快逃啊！啊！我读到自己啊，白痴啊！你留超危险的，你读到自己啊！留超啊！啊！白痴啊！这三个，小僵尸继承了我的遗志，谢谢大家。好恐怖！你怎么都穿着？太扯了，太扯了。剩谁了？剩上面还有人待着啊！哦，哎呦，不要很凶哦！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占据了你的位置啊！人来了，人来了！他占据了位置哎！下去了，被打下去了，换人了，换人了！他怎么换你啊？换我了，你又攻我了！他哪里换你？这画面，他怎么又换你？轮流哎，轮流哎，轮流，一个上去又下来，上去又下来。车轮战，车轮战，这游戏是这样玩的吗？游戏怪怪的哦，怪怪的哦。叮，下面有人哦，下面有人哦，我团团一直剩一点点血了，是吧？哇哇，你血真的好少哦。哇，弟妹嘞，占据高地了吗？哎哎哎。哇，你还怎么有？还怎么有？哇哇哇！波波好强哦！波波，我还没想到这一点哦。你要化悲愤为力量啊！波波加油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！波波，你随便一下就可以逆转了。我们所有 FF 团的力量就在你身上了。FF 团有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，我们也是啊。你不是，你也是，我也是，你是团团受伤吧？哇，你的头发太多吧！哇，毒他，毒起来！啊，加油！哦，怪物打他，怪物！怪物咬他，怪物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！哎，怎么往外扩了？哎，哎，圈突然又变大了。对啊，那没关系，马上，马上。没事，没事。哦，好快哦！哦，好紧张。圈圈直接死亡哎、被圈弄死，被圈弄死，你被雷射射到哎、他突然那个丢丢，有没有看过二零二零古堡一二零古堡一那个骰子牛啊？是我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丢。刚刚应该，我刚刚应该还没说完吧？我只是把它改成五秒说，好快啊！太可怕了，这边界是斜着移动吗？哎，这边界会动哎，动啊，可以调啊，可以让它动啊，好酷啊！这样好棒哦，在慢慢动哎，这样好棒哦，这样是拉大啊，拉大。不不不，它是平移，它平移，它平移，它在平移，它没有变大，很屌哎。以后这样子好不好？强哎，以后可以改这样子哎，我觉得改这样不错啊。哎呦，这样这样也这个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弄的。什么耶？一直在往某一个方向一直慢慢。新台风圈。台风圈，台风圈。哦，刚刚画面很乱，画面很乱。哦，画面真的很乱，画面很乱，那一群人直接在外面找我，好可怕哦。我们只有在一个房间看到的，因为它随机中心点的关系吧，我不确定，所以那个圈就慢慢移过去了。对，我先强制让圈缩起来，然后因为中心点是 UHC 的指令，所以它就跑掉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笑死！有着我跟麻衣，可是你们两个想不到吧？我有弓箭，而且。对，那时候我还一开始都还脱妆，想说示弱一下，最后再穿。原来是这样，骗子。最后我是想说下去打怪补血，结果旁边的怪怎么绿绿的，还蛮血，还有弓，还有弓箭。被小雨偷看到了，可恶！我就没有是团团看到，走一走，看到里面有一个，想说是谁啊？看一下，有麻衣耶，有麻衣耶。哎，那时候看到小雨被怪追，我还偷打小雨，然后小雨就被怪打死。有啊，我被怪打死。那不算在我身上啊。那一堆蜘蛛就是打死的，跟我无关，跟我无关。小雨最惨的是被蜘蛛打死。不是，那是一百只怪，真的是好多。
赵宇先死，然后再换谁啊？好了，休息，辛苦了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了。好啦，今晚就到这边，待会十点，因为他们没有找我，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。有没有缺我这个位置？就这样啦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等一下可以去看团团不团团，对，团团还是有开，可以去团团他自己有开，可以去 FB 帮忙支持一下他，因为我也在 FB 做过，所以我知道那边多难过。啊，如果 YT 我看看有谁需要我帮忙的，有达达在开欸，还有谁？你要去看达达的台吗？啊，反正诺音要结束了，我们赶快去诺音那边讲拜拜吧。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我们明天是什么？阿米狗见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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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拜拜，看一下哦。靠呀，团团射箭，好啦，拜拜，各位拜拜。